我已经四季了，再卡就不是我的事儿了。我不卡了。想跟大家讲，最近我有看到很多，可以领养小狗狗的一些事情，然后我觉得我们也可以去，尽我们的一份力去做这个事情。我最近也帮助了一些流浪的小狗狗，所以。我希望大家可以跟我一起，都可以去多多帮助他们。就我们可以去领养，但是，可以减少购买嘛。虽然如果大家想买也可以嘛，就是尽量帮助那些需要领养的狗狗，因为我觉得他们确实挺可怜的。我对他们也付出了一些行动去帮助他们。希望你们可以和我一起去帮助他们，可以吗？可以，可不可以？可以。好，可以。可以跟他们互动一下。蹦下卡拉卡。吼。可以。有人问你今天开心吗？今天开心啊。我今天进城了，我今天不在郊区了，我进城了。然后一会儿我就可以吃饭了，虽然不知道吃什么，但是，你想吃什么？我想吃什么？我什么都想吃。饿了什么都想吃，我还想睡觉，那我先睡啦，晚安。啊，行了，好了，精神充足了，我睡两秒就可以了。我还卡吗？不卡。不卡，为什么有人说卡？耀西回来了。耀西回来了，耀西，你们知道这个名字的来源吗？OK。说太多了。摩天轮。哇塞，所以这是什么意思？怎么还下雪？真的吗？送我一个摩天轮啊，在哪？在青岛吗？所以我看他们问的问题就是左边的刷刷刷的那些嘛。对。可以让他们暂停。哦。好像又有摩天轮。什么？今天好像牛魔王？我看见有一条牛魔王。啊？是因为我戴耳环吗？你们是想让我戴还是不想让我戴啊？不想。哦，有人给我发了一碗面。他问你进城什么感觉？进城啊，我看到了很多高楼大厦，我看到了美特斯邦威，我发现了一拳和都市丽人。哎，那个猪是，好像，和我挺搭啊。所以我昨天在路上我真的有看见美特斯邦威，只是我没有时间去。哎呀，你们吃饭了没有啊？我想想我一会儿吃什么。给他们看一下窗外的景色。看一下窗外的景色。我窗外什么景色都没有，仿佛是在郊区什么某个工厂旁边。哎，他们能看到我窗外是什么？我可能就是这个地方非常像那个电视剧里电影里演的那种被绑架了之后啊，然后周边也不知道怎么跟这个警察同志形容啊，什么我旁边都是什么我也不知道。编剧大人下线了啊。我最近这个编剧的头脑
开的有点大。捡起偶像包袱，我出门都不带包，谁带包袱？是不是？头发怎么白白的？哪有白白的？我今天没带大金链子。有人问你怎么领养哎？怎么领养？嗯。怎么领养？大大大大怎么领养？就关注那个下面的联系李大姐，你把。在哪？他们会看到图吗？让他们一会儿看工作室的微博。哦，对，一会儿你们看工作室的微博就可以了。然后我有那个，就是选出一个我自己也想去让大家去帮助他的狗狗，叫大大。这个大大跟我那个《狄仁杰》里的大大叫一个名字，然后我觉得他也很可爱，然后希望他可以跟我一样，可以获得你们的帮助，获得你们的关心。然后一会儿应该工作室的微博会发这个大大的一些信息。这个大大不是我，是那条狗狗叫大大。所以我还挺想见这条狗狗，所以希望你们可以帮我好好的去照顾它。如果有机会的话，我也可以去看这个大大，就是我这个大大去看那个大大。对，大大看大大，大大看大大啊。要打架吗？为什么要打架？我们相亲相爱，一生不能如二虎，只有一个大大。我们是两个世界里的大大，他在他那个小圈子里是大大，我在我这个小圈子里是大大。他说你怎么这么可爱呀？可爱吗？我永远记得你们当时还问我一个问题，为什么没带斯邦威。OK 不说这个了。进城的感觉还挺好的。我们剧组里也有人养了小狗狗，然后我们有两条小狗狗在现场时不时就窜来窜去，然后有一个就生活在我们的什么化妆间梳妆间那个地方，跟小黑吗？对，哦，小黑，然后好像脾气也不是特别好。但是也是我们那个组里的人，因为好像他在街上走散了，也不是流浪狗的，所以我们就一起把它给领养，然后我们大家在一起照顾它。它也每天跟我们晒太阳啊，经过酷暑啊什么的，但是我们都对它很好。培训？我的培训是很严厉的，就比如说胡萝卜经过了我一顿调教之后，现在是上厕所只在他好像一直都是这样，胡萝卜上厕所一直都在自己的那个尿垫上面上，或者是出去上，然后他会有一些指示，他饿了就会过来抓抓我，看看我，然后他就要吃饭了。至于我给他吃什么，这就是再说了。对，那你觉得秋蝉拍完了，你能把小黑调教好？小黑其实好多人都在调教，因为调教的人多了，我再插手就不大好了，不知道谁是亲生父亲的感觉。好，对，然后我们好像制片组也养了一条狗狗，时不时我们拍拍戏，那条狗狗就要抢镜，哒哒哒哒哒哒哒就走过去了，走过去我们就要咔一下，然后等它走过去了我们再拍，也都很可爱。我希望以后在每一个组里都有一条狗狗。对对对，喂，我们时间要到了，就大家说再见。时间就要到了吗？我们要赶下一个工作行程了。哦，进城了就是不一样。我们要再往城中心走一点吗？城中心啊，
我们一会儿要去好地方，上海市。我们现在在哪儿啊 ？OK， 嗯，好像还有两分钟，是不是？我一会儿要去吃饭了，我一会儿就可以知道我吃什么了。对，嗯。下部戏，下部戏我能拍什么类型的电视剧啊？你们想让我演什么样的类型的人呢？想让你演遍所有类型。那先从老往年轻演。大家好，我今天是嘉伦的爷爷。对吧？完了完了，完了，这样下去就完蛋。好了，真的要说再见了，时间来不及。真的吗？要说再见了吗？真的。我先看看他们让我演什么角色啊。爷爷古装什么什么什么医生董事长，董事长这偶像这个能慢点吗？变态。我刚刚看到了有一个人说，霸道总裁医生现代戏霸道总裁，杀手，特务。好，我基本了解你们的方向。腹黑，运动员，演员，我现在不就是演员吗？阳光学长，好，我记下了。嗯，这些我都不演。好，不敢上来。对，就是有个性。我看看到底下一部戏演个什么好啊？选一选本子，演一个。想演的，然后再看看能不能给你们带来什么惊喜。啊，我真的要走了，要出发了。要走了吗？嗯嗯。我要走了，可能要出发了，不能再跟你们聊了。我吃个饭了，是吧？是不是要吃饭了？一顿不吃饿得慌。我要走了，拜拜。拜拜，我要走了。拜拜。拜拜第一次，拜拜第二次，拜拜第三次。啊，对，要关注那个工作室微博，然后上面会有那个狗界的大大的信息啊，然后和我一起去关注他吧。拜拜，关注大大，关注大大，拜拜第一次，拜拜第二次，拜拜第三次，是不是？